集松下巴其实真的很好笑，后面那个真的是要揍你那个嘴巴，你给我收回去，你嘴巴。不生气不生气，你真可爱。欢迎收看《不生气挑战》，我是三度哟。有一天我在留言底下看到有网友留言，想要三度拍长大会后悔系列。过了两天，小林就传给我一堆影片，他跟我说：“三度，我觉得这应该叫做不生气系列，长大会后悔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后来想一想，我现在去看我很久以前的影片，我应该也会蛮生气的吧？要多尴尬啊！按进去要泡一下，按进去泡一下，中间可以泡一下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不生气挑战，来看这些小朋友们开的短片，用欣赏、尊敬的态度去看，不能生气。如果生气了的话，惩罚就是会很生气。OK， 第二个影片。他叫睡衣之神，校友不简单，他的运镜跟他的表演，其实我觉得非常棒。长大了还持续发布他的作品，一定会是一个很棒的创作者，欣赏他，好不好？下一位，我是帅逼，黄子韬他没我帅，李现没我帅，肖战没我帅，我就是全宇宙最帅的男人，你们说什么都是我最帅，不接受任何反驳。全宇宙男人 ，Hello， 我可以承认我不帅，但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说你比我帅，我这不行啊！你他妈给我出来！下一个。知らないよ、一人にしないで。一人よ、一人よ、もう一度僕の体を。没。我觉得你头发可以加个电风扇吹，然后把一放。你知道其实我这里没有音乐吗？就像你说的，从未忘记过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情。我终于看到他的眼睛了，我天啊！他有给我们看他眼睛的，他努力的打开，但是那个星星可以收回去吗？拜托！我记得有一个香港梗图粉专，就是用他的脸当大头贴的。我想说怎么那么眼熟啊？他写的励志，就算没有颜值，是要勇于。表现自己，爱表演，做下去就对了。但真是，好，下一位。我想看那么多，我保证他长大一定会后悔。弟弟在干嘛？你为什么发神经还要把录下来？弟弟到底在干嘛？之前人像挑战有拍过他眼睛会射激光的。活泼可爱，小朋友年纪就是要疯嘛，爱疯爱玩爱闹，至少影片看起来他是很开心的，开心就给赞，而且他没有打扰别人，他只是把他开心的过程记录下来，希望你长大以后也能持续开心下去，社会太残酷了。再见我的爱， I wanna say goodbye， 再见我的过去， I wanna new life，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失败，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。弟弟啊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李宇春？男生真的是小朋友时期是最有资格装可爱的，小朋友嘛，本来就……抱歉，不舒服啊，不舒服。下一个。咪咪咪爸爸，咪咪咪咪爸爸，咪咪咪爸爸哦，咪咪咪咪爸爸，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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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咪咪咪咪咪。多年后，他孙子会对他说：咪咪咪咪咪爸爸，咪咪咪爸爸。小伙子，你的运镜有点鬼畜啊，后面的关不掉是不是？其实我们男生不管多大都有个中二魂，其实我觉得他喜欢那些特效，我觉得是很正常的。只是后面你荧幕脏了是吗？才刚讲完男人都有中二魂，他已经是中二病了，你知道吗？老子要喝一瓶可乐，我靠，可乐成精了，赶紧封印起来！哇！不只是口若成精啊，脸也成精啊，必须要赞扬他一点，他有自己的想象，然后他把这个想象表演出来。小朋友嘛，可能诠释的没有那么的专业，至少他已经是个小小的导演了。希望你能继续加油。
口罩已经遮不住你的脸了。我没有在看 A 跟 B 是什么，我一直在意你的脸颊哎，脸颊。刚刚说 A 好看 ，B 不好看，我选 C， 可爱。来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雕。今天我来一边吃烤冷面一边做烤冷面，加不加鸡蛋？加。加不加酱？加。加不加香肠？加。加不加醋？加。酱。不是我，怎么有人开场白会说"大家好，我是沙雕"，很有特色。后面表演失败那边反而是个笑点。加不加醋？不加，不加。我觉得弟弟应该是个自恋狂吧？你看到底。他觉得自己走路很帅，然后撑伞很帅。要变帅，首先从自恋开始。相信你未来是个帅哥。我觉得看到我以前的自己，干，我自恋，自恋。这妹妹很可爱，反正我大花多钱。你好歹哪个像是玉米啊，香肠。刷牙怎样？你后来拿一个比较长，怎么讲不对啊？你后来拿一个比较小的东西这样吃比较像。然后最好笑的是，他讲话还听不到他的声音，除了是那个姐姐的声音。小美也太可爱了，本身是蛮喜欢小朋友，但你长大真的会后悔。东吴举旗在扬帆，定都你守我江山。来了，又一个自恋狂出现了 ，Oh my god！ 你的磨皮美颜开到最强，他脸睛像面具人，就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相信你，我也是个帅哥。要变帅，先从自恋开始，但还是，哇，这个多人同框。不是啊，弟弟，你有发现只有你没特效吗？每一位都有特效啊，你。不对，是你赢了，你是真的有无限手套啊，你赢了啊！他们只用特效，你有真材实料啊，佩服你。当你不小心压着手臂睡了一整晚，这个弟弟很清楚的表达了他想表达的。下一位。牛逼！小学生是很厉害的。我很爱变魔术，但我们从来没有在变完魔术后说我很牛逼。这个我妹妹真的很可爱，牛逼，很厉害呢。牛逼！觉得我长得丑的，就给我点个赞。不是我吹，我敢保证，这条视频一个赞都不会有。可以让人不按赞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拍这个影片。那个影片在哪里？我要去看看多少的按赞。下一位，来了。他使出了无影手，哎，小丽可以帮我加个特效吗？啊！你没被吓到、哦，很无聊哎。说真的，蛮可怕的。被一个吓其实还好，我连续被四个吓，好可怕、啊。表情转换十分自然，情绪切换的十分的迅速，他很棒。可是我可能不会想再看第二支了。哎，开玩笑的。拆了你的鱼塘，废了你的海王，进了你的新房，然后跟你说一声，嘿，哥哥，有没有听过凉凉？凉凉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各位，三入九十万订阅还差十万订阅就百万订阅，请你们